之后呢，又冲深根器了啊，一点用没有。很多人啊，一说深根器呢啊，都想着省事儿，都想着冲深根器，冲啊，随时大冲啊。那什么时候随水冲呢啊？根系长好了，能吸收水肥了，你这个时候有冲实情的深根器。然后定植之后，它没有长好根，还没有根呢，这个时候只能是啊，要么淋一罐根，立刻给它灌，要么呢，你扎盆，提前扎盆，只有这两个方法啊。